快点回火星吧。然后往里放鸡蛋了。放几个呀？放两个吧，好不好？不好，他只下了一个蛋。一个字，绝。抓住男人的心，首先一定要先抓住男人的胃，知道吗，姐姐？想要抓住女人的心，必须先抓住她的胃，知道不？你什么不懂的，什么不会的，可以向我学习。我从小接受的教育不支持我做这种事情。哥哥姐姐要跟我学才行。还要吃啊？哥姐姐，你们看，做完了，漂亮。好好吃哦。